情丝绵哟。孩子横亘在中国北方的阴山山脉，是北部边塞的天险屏障。黄河流经阴山脚下，孕育出沃野千里的河套平原，成为中原历代王朝与北方民族政权的分界线。而沿着阴山山脉蜿蜒的长城构建起的防御系统，体现着古代中国边疆治理的智慧，被视为平衡两种文明的秩序带。内蒙古长城文化资源考察的车队正穿越阴山，进入内蒙古乌力吉苏木的大漠深处巡查勘探。依稀可见汉代修筑的外长城时隐时现。这里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最北边的重要点段，这次他们希望能有新的发现。高度和宽度都测一下，这是去年测过那个地方啊。对，你就在原位上测。哦哦，嗯嗯，一米一，一米一零，这边就更窄了，两米三零。对，平行了，你那边也平行了，记一下数字。翻过阴山，在蒙古高原苍茫的戈壁上。两条近似平行的长城遗迹蜿蜒西北而行，南道一路辗转向西，穿越阿拉善沙漠到达额济纳的居延泽，而后继续前行，在今天的额济纳旗与河西长城连接。北道则越过乌拉特草原，穿越中蒙边界，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右转而西行，复入中国境内的内蒙古自治区的额济纳旗。这就是2200多年前汉朝在阴山以北修建的外长城，被称为汉外长城。这里是汉代中国的北部边疆。巴彦淖尔境内，朝鲁库伦河边，用青灰色的石片交错叠压的石柱长城，是汉外长城保存最完好、最典型的塞墙遗存。经过2000多年的风沙磨砺，几十里石块瓦砾相连，蔚为壮观，呈现了2000多年前。汉帝国于蒙古高原上建造的伟大军事防御体系。漠北草原不像阴山山地，它取材料好取。到了漠北草原上以后，基本上都是那种戈壁沙石，它要去建长城很困难的，所以它在建筑方式上也有差别。
你比方说它是有石头的地方，它用石头去砌建。哎，石头不是太丰富的时候，它是两侧砌石头，中间填充沙石，这是一种建筑方式。那么整个这条线路上，就是说都是采取这种因地制宜的方法来修建的。因险制塞，有石头地方，有木头的地方，有土的地方，不同的地方，不同资料的地方，用不同东西来修筑。这就是人们对自然环境的一种适应了。长城所在的位置是和修长城这个主体的实力相匹配的，就是要建立一种你叫秩序嘛。什么秩序？要不可以通过这个有关口可以往来，那要不就是咱们不想往来，总之是靠它来制约一下。在阴山山脉以北蒙古高原上的两道汉外长城，将汉朝的疆域由中原之地向北推出400千米。他们与之前的秦长城和战国赵北长城一起在阴山构成了四道长城防线。汉朝长城的修建不但建有塞，以塞墙为廊带，还设有屯兵城，要塞封隧，形成5里1隧、10里1墩、30里1堡、100里1寨，寨堡之间一传封隧相连的军事防御体系。在东至辽东，西至罗布泊，南至河套平原，北抵蒙古高原，东西横跨18000多千米、南北纵深400千米的范围内，汉朝在西北边疆构筑了完备的防御系统。戈壁滩上的夜晚，满天繁星下依稀可以听见狼嚎的声音。相比清冷孤寂的风餐露宿，胡延春团队更担心调研没有新的收获。长城周边的文化遗存让他们对长城的探索进入到历史的细节深处。就我们要测量烽火台跟长城之间这种距离关系，另外还要注意点，烽火台周边可能还有一些文化遗存。你这个发现是绝对是古城里头发现的，守烽火台的士兵日常使用的这种生活用品，他们在这个长城线上以后，他们要根据周边的环境，他们去找水源，水和粮食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从哪个方位上捡到，一定要做一个很好的记录，让更多人了解长城过去他们生活状态是怎么样，他们做哪些事情。公元前36年，春夏之交的一个傍晚，一名叫李涉之的厚望正带领手下士卒进行每天例行的墙垣外天田的耕化和视察。细碎的沙土平畴万顷，没有马蹄和行人的印痕。这又是一个风如止水的日子。李涉之和他的战友们值守的地方叫居延塞，是汉北长城西端的边防前哨，兴建于公元前121年，作为西控西域、北征匈奴的前方军事基地，延伸着350千米的塞墙，以及沿线的若干障城和上千座烽燧。
李涉之完成了当天的巡查，按照要求将值守情况记录下来。从居延塞的烽火台上向远处望去，越过被余晖染成绛红色的浩荡的居延海，远处是蒙古高原广袤的荒漠。大风起兮，壮阔的天地苍穹激荡着建功立业的人生抱负。居延边塞的辽阔苍茫，700多年后，让身临其境的唐朝监察御史王维写下豪迈的诗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像李涉之这些戍边者，大都是来。1930年春天，一支考古勘察队沿着居延古道向西而去。他们是中国北大学者与瑞典探险家联合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一个不经意的偶然，揭开了后来轰动世界的考古发现。年轻的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记录了当天的经历。The beacon tower was perched on a heavily eroded hilltop next to a ruined house. Found traces of walls here. When I was measuring this rectangular wall, my pen dropped to the ground. When I bent down to pick up the pen, I accidentallyfound a well-preserved Han Dynasty coin, Wuzu, beside the pen. So, I began to look around carefully. 在额济纳的博罗桑奇汉代风水旁，一支滑落的钢笔将后人的视野引向历史的深处。10000多枚简牍被风沙掩埋千年之后重见天日，那个曾经风起云涌的汉代边疆风貌得以展现。在甘肃简牍博物馆保存着在居延塞中发掘的汉简，它记录了汉代边疆戍守的无数细节。其中有一只鸡说出交170宿，什么意思？出交就出是从那儿拿了，交是什么？甘草。170宿，170捆甘草，值钱170。哦，一捆甘草一个钱，一个啥钱？五铢钱嘛。京鲁随长王轩2月乙未买，月乙3月路长。京鲁随的随长叫个王轩，2月以为这天买了这170捆甘草，没钱给人家，然后说我拿3月份的工资再给你。你看这里边的内容有多少？居延汉简中还详细记载了汉代制定的完整的风燧预警的信息传递系统，被称为塞上烽火品约。这个塞上烽火品约啊，它一共有14文件，它具体规定了在什么情况下发生信号。进攻这个厅帐分水的时候是一个什么等级，按照这些等级呢，
啊，它就要发出不同的这个信号。塞上烽火品乐，事实上，它就是长城防御的一个重要的内容，甚至是它的这个完整的一个秩序、完整的一个信息系统、完整的一个制度。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数十年的敦煌博物馆馆长施明秀，希望依托国家长城文化公园的建设，将长城文化更好的传承。在建筑的过程中，实际更多的采用了因地制宜的这种原则，所使用的材料都是就地取材，它是以层入围。一层沙砾，一层入围，一层沙砾，经过层层叠压建筑而成。至于它的这种稳固性，是与它的沙石的高度岩间化有关系，所以啊，这个结构的稳定性有可靠的保障。历经千年的岁月，到现在仍然屹立不倒。西塞。位于居延塞以西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是汉朝国土疆域西北部的长城防御体系。如今还能看见汉长城残存的150千米的塞墙，城障三处，烽燧70座。他们是汉代河西军事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06年到1909年，英国的考古探险家斯坦因开始了他的第二次中亚之行。几年前的第一次中亚探险，斯坦因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南沿发现了尼雅遗址，这让他对神秘东方念念不忘。这一次在途经敦煌西北疏勒河下游地区时，斯坦因发现了矗立在此的汉代塞墙。When I saw a section of wall opposite me, I couldn't help but admire the skill of ancient Chinese engineers in building this section of the Great Wall.I doubt that anyone else from that time, or even now, has been able to build an engineering that has survived over 2,000 years of constant erosion. 照片上的考古学家已随历史归于尘埃，但他身后的汉代烽燧和塞墙，今天依然矗立在荒漠戈壁上。西距玉门关20公里的戈壁滩中，这座四壁多已颓塌，但仍然气势宏大的夯土建筑，曾是河西边防储备粮秣的军需仓库河仓城。它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仅存的重要仓储，为汉帝国西北端长城沿线的烽燧守军、丝绸商旅提供粮食、衣物、草料等供给。它是汉代边疆经略中实行屯田戍边的见证。长城沿线它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就是经济开发的条件。这些人要生存，有的是拖家带口来的，就是那个战争期间。就是妇女小孩也要登到城上防守的，这都是有记录的，就是他们全家参与了边区建设。河仓城以西，矗立在荒漠中的这座小方城，是汉代长城著名的关口玉门关。它是汉代长城防御体系最西端的边关，
再往西去，便进入人迹罕至的罗布泊沙漠。另一端是西域诸国。当张骞凿空西域之后，公元前111年，汉朝设置玉门关，丝绸之路上的驼队从这里进入汉帝国疆域。严密的边境管理，稳定的边疆秩序，使得商旅如织，贸易频繁。华夏、希腊、波斯、印度文明在此交汇碰撞，河西边境之地繁华盛极一时。玉门关成为汉帝国与丝路重要的地理坐标，在历史上曾留下辉煌的一笔。汉长城是历史上长度最长的防御体系，它贯穿着一种威加海内、气吞八荒的大无畏气概。在以长城为边疆体系而护佑的400多年历史和辽阔疆域内，汉帝国成为一个拥有众多城市、文明璀璨的东方帝国。疆域东北直到辽东和朝鲜半岛中部，南至海南岛和越南北部，北过大漠，东西延伸4651千米，南北横跨6684千米，面积达到609万平方千米，近6000万人口，占当时世界人口的1/3。大汉帝国以一个青春的姿态，充满着想象力，可以看到这个帝国带给华夏文明的这种最直接的也是最强大的这种文化影响。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受惠汉帝国这个汉字。400年的汉朝是中华文明从初创走向辉煌的时期。汉作为中华文明中气势磅礴的符号，成为生活在长城内外的华夏民族最突出的身份标识之一。它推动中华文明成为世界，尤其是亚洲大陆最耀眼的文明。明长城全长8851.8千米，是继秦汉之后长城修建的又一个高峰。工程技术和建筑结构的难度远远超过以前历代。天津大学建筑系李哲团队正在为明长城全线无盲区数字扫描做最后的收尾工作。他们已经为长城拍摄近200万张分辨率接近厘米级的高清图片，完成了4000多千米长城图像与3维数据的采集。这将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数字化工程提供准确的3维数据，开启探寻数字长城中的文明密码。10年来，李哲一直运用无人机采集长城数据信息，所经之处，长城的构造细节和尺寸悉数尽收眼前。这个当初就应该是拿着那个撞门锥，
这样击破。原先这是一堵封闭的墙，只有这封闭起来的厚度只有这么厚，一匹砖，这样封起来。然后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宽度带状纹锥刚好占满这个凸门的宽度，就是它古代的人体工程学特别合适。我们俩一起使劲儿，就把这个最后这批墙就撞碎了。它留的这个高度就是稍微俯一点儿，戴着头盔就可以出去了。所以敌人他是不知道这儿有一个暗门的。最后要击破敌人才会看到的话，那么这种门就被称作凸门。还有一种暗门，它只有550毫米到600毫米宽，它不是用于大量士兵出边洗地，它就是用于1到2个人出入，可以完成了一个隐蔽的出边以及回来报信这样一个过程。有一支行走在刀尖上的部队，他们通过最隐蔽的暗门通道出入长城侦察敌情。是蒙古骑兵恨之入骨的杀戮对象，凡被敌人捕获多难生还。因为昼伏夜行，九死一生，他们被称为夜捕兽。明嘉靖33年，蓟镇守军收到叶不收发回的关于蒙古军即将大举入侵的情报。次日战斗打响，蒙古骑兵的奇袭陷入明军有备而来的打击，战斗持续了7天。蒙古军队被迫全线撤退，边境终于恢复安宁。当明军走出边墙，搜寻战前未归的叶不收的踪迹，他们最终看到的是战友们惨不忍睹的具具尸体。作为从事明朝边境中最危险职业的叶不收，他们的存在却鲜为人知。在河北省秦皇岛甘城子长城段的崖壁上，只有53个字的摩崖石刻，记载了当时叶不收的一次侦察行动。绍之境外，地名万尼凹，离堡30里。该班叶不收、郭延忠等6名。嘉靖24年5月1日。长城在2000多年里目睹了万千将士为戍守疆土的拼死搏杀，一块块砖石仿佛凝固的灵魂，诉说着铭刻在岁月里的荣耀信仰。把这风吹的，这上面这个真漂亮，箭窗真的很多，上下2层，这很典型的这个构造。这回拍的好，这2组可以摄影测量生成一下3维模型。首次运用穿越机进行敌楼内部的扫描，将进一步揭开空心敌楼不为人知的建造智慧和防御体系。那么空心敌楼它在明代
末期的时候就已经被称为冲楼了。冲其实是明代对于火器的称呼，也就是说枪炮，但其实在明代空心敌楼它更主要的是服务于这种弗朗机类的提心式火器，像机枪一样架在上面，这样它就具有和建筑啊一体使用的这种可能性了。它如果没有和当时的火器科技结合的话，是不可能修建如此之多的，大量的修空心敌楼，以至于它都成为中国长城的代表性建筑了。东西绵延1000余千米，以长城为依托，增建数以千计首尾相应的空心敌台，便是出自明朝的一位杰出将领之手，他就是戚继光。公元1568年寒冷的冬末，福建总兵戚继光奉命从东南沿海北上，接手冀州、昌平、辽东、保定总领练兵事务。这位战功赫赫的抗倭名将，在为朝廷清除了东南沿海多年的倭寇骚扰后，开始了守护北方边关的军事生涯。到任后，戚继光视察了蓟镇东起山海关、西至昌平界的防务。明代自开朝以来，长城已经大规模修建了7次。为了进一步提升和完善长城的防御作用，戚继光请求在山海关至昌平长城沿线重新修筑边墙，建造空心敌台。空心敌台的建造是戚继光对长城的最大贡献。戚继光在练兵纪实中记载，造台法，下筑台基与边墙平，外出1丈4-5尺有余，内出5尺有余，中层空阔，四面建窗，上层建楼橹，环以垛口，下发火炮，外击敌人，敌矢不能及，敌骑不敢进。我们看到的空心敌楼呢，仿佛都长得差不多大哈，形状也一样，但其实空心敌楼的尺度差异非常的大。最大的空心敌楼，它的边长可以超过22米。那么最小的空心敌楼呢，它的一边长才5米。因为面敌的一侧呢，是希望更为高大，更难攀爬，更难偷袭。经过13年的艰苦努力，戚继光指挥蓟镇将士修建敌楼1017座。城关相连，敌台相望，众城护卫，烽火报警，声势连结，精坚雄壮，蓟镇一线边界防卫固若金汤。过去多有外扰的边境渐趋平安。长城工程从工程师的角度来讲，它非常的伟大，一砖一石的实现。从设计思想从工程的组织方式来说，还有好多我们需要我们探求的东西。就是长城在中国历史上它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存在。这是一段保留着明长城原貌的古长城，它依山险而建，刀劈斧削的山脊之上，城墙敌楼形态各异。这段仅有40公分宽度的墙体，像一面刀锋高耸入云，两侧皆为悬崖绝壁。它就是被称为长城第一险的单边墙。
对十六世纪的建造者而言，修筑单边墙背后的艰难险阻难以想象。层峦叠嶂间，长城建造者在深沟峡谷中采用飞筐走索的办法，利用滑索、牲畜或人背肩扛，将石砖木料运到山顶。长城建造的难度，在今天看来，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长城有四分之一用的是山险，单边墙它为什么建得那么窄呀？实际上它是便于长城上的树树两边呼应，没有这段墙，这个防御体系就构建不起来了。明长城工程艰巨浩大，实行分段包修的办法。八达岭长城旁这块万历十年的石碑上，建造者刻下的文字是几千名来自山东济南、青州、肥城的官兵在建造完这段长城后留下的纪念。长城呢，在很多地方呢，特别是蓟镇的长城上啊，就是它有一种砖上有一种印模砖，它记录修建这段长城烧制砖和修建这段长城的单位，同时呢，它也有这个质量保障的和质量追究的这样一个作用。在器物上记刻建造者信息的物勒功名制度，是中国自周朝铸造青铜器以来技术建造史上一直沿用的质量监管体系。这些因为担负责任而刻写的名字，代表着长城建筑史上万千个普通的生命，他们如一粟，泯然于沧海。在中华文明的精神追求里，普通人汇聚的至高境界，则造就了一项文明，那就是长城。明朝沿长城一线从东到西，划定了从辽东镇到甘肃镇的九边重镇，以此布局军事驻防，构建起北方最重要的防御体系。现在图里的葛玉堡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城，然后我们是在城的东侧，也就是从这个方向看过去的。这个四个角上原来是有很壮观的角楼的，如果我们能找到每一个城它跟周围的烽火台各个烽船之间的线路就更好了。河北省张家口葛玉堡镇位于地势平坦的山谷里，是一个规模不大的村镇。四百年前，这里却是明朝北部边境的军事重镇。城外西面约一千米，横卧着明朝内边长城。这个果然跟我们看到的图上的一样，是黄土夯筑的，而且它没有土皮砖哈，就是一层一层夯的。这个地面上能看到很多这种瓦片，哦，这片跟这还是没准都能拼起来，嗯，很像哈，就说明这块还是有很多人生活的。因为烽火台的上面有的时候是有一个小铺房的，也有可能是在它的下面会有一圈屋墙。也叫蹲院，屋墙里面是有几间房子的，大概有二到五个士兵跟他们的家属生活在屋墙里面。这个烽火台跟这个城的关系起到的就是信息传递的作用。李岩团队几乎走遍了明长城全线，
在长城的墙体之外，发现还有很多与墙体唇齿相依的军事聚落和防御工事。他们收集了1000多座军事聚落的城池，2000多座烽燧翼船的经纬度坐标信息。这套明长城防御体系空间数据库，使长城这道古老的边墙被发掘出巨系统复杂的纵深与宽阔。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整个明长城九边重镇的宣府镇。从九边重镇的整个布局来看，它是一个利用了地形，从东侧的燕山山脉、太行山脉，北边的阴山山脉，一直到贺兰山，再到这边的祁连山，一直到新疆的天山，整个沿着地形走，把整个北部边疆全都做了第一层防线的守护。所以长城的区域，我们把它称作一个秩序带。那为什么说它是个秩序带呢？长城并不仅仅是一道墙。比如我把长城做一个巨系统，它下边可以有几个子系统，一是长城这个边墙的防御系统，是吧？还有它的军事城堡和军事聚落的防御系统，烽船、翼船、边境贸易的系统，是吧？以及这个屯田的系统等等。根据明代的这个军事制度，可以分成，比如说从镇、路、卫、所、堡，这么五个基本的层次，形成一个比较严密的这个防御体系。像葛玉堡这样的军事城堡，明长城沿线大大小小有1000余个，墩台林立，城寨密布，处处设兵屯田防守，驻守着边疆和内地的将士200万人。在长城九边地带形成了纵横交错、紧密相连的军事防御体系。现存的明长城东西横跨8851.8千米，南北纵深700千米的巨大系统和秩序带，历经500多年，呈现出的东方智慧，成为跨时代的文明象征。在西周青铜器合尊内底，有122字的铭文，其中“于其宅兹中国，自兹一民”，被视为最霸气的建成宣言，表达了周成王接受天命、定鼎中国、治理天下的愿望，是华夏民族居于天下之中为中国的家国族群概念的最早记载。自长城出现在亚洲东部的大地上，它便与中国这个大一统国家和它所创造的政治与文明秩序密不可分。其实整个长城边疆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扮演着这样一种核心的这样一种角色，它其实是中华文明这个统一秩序形成的一个发源地，一个引擎弹。所以他今天留下的是我们国家民族对一个遗产的认可，它是我们民族创造的，是中华民族创造的。曾以长城为边界的历史中国，虽经历统一分裂，对中国的认同和归属是长城内外民族一致的选择。游牧民族的，尽管他们有的时候可以成为军事上征服者，但是呢，一旦他们入主中原，不可避免的在文化上面，他们不得不接受中国延续的传统文化。
某种程度上讲，那就是军事上征服者，最终都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很少有像中国的这个大型的政治共同体，不管什么民族族群，进入到整个的中原这个地区，他们往往会用这个中原自己的政治认同的方式，比如说把自己视为中国。在长城的护佑下，在这块广袤大地上，经过孕育、繁衍和积累而成就的繁荣，让世界惊叹。丝绸之路贯通了，中国的物品惊艳了8000里外的罗马。百万人口的城市出现了，汇聚着来自各方的文化。运河上翻墙如梭，输送着供千万人食用的稻米。唐诗宋词影响着东亚文化圈的韵律。从长城的视野来看待中国文明和从其他视野看待中国文明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任何一个文化和文明，它都不只是物质性的，也在这个意义上它带有文明性。在长城的护佑下，这个地球上人口规模最大的族群所创造的中华文化，始自捐微，在百万年人类史、10000年文化史、5000年文明史的大河中，荟萃精华，融合包容，由此成为亚洲乃至世界最璀璨的文明。Thank you.